今天老王不知道干嘛去了哈，我顶班直播，大家有什么问题在直播间我们交流啊。今天没想好讲啥，来大家想听什么嘛？你们问问问题，然后结合你们的问题，我们来延展开去讲一讲啊。 讲讲老王的故事，老王的故事可以这个听老王讲一讲啊。嗯、呃，怎么分辨女生是不是吃喝闪好，我给你几个原则啊。怎么分辨女生是不是吃喝闪第一个呢，就是你要看女生是对这种你带她去吃喝玩乐的东西感兴趣啊，还是对你的人感兴趣？就是她是对你带她去做的这件事情感兴趣，还是对你这件人感兴趣？啊，再有一个呢，就是。 呃，以我的理解哈、啊，越是好看的女生，越是外形条件好的女生，越是不缺人追的女生，她吃和闪的概率会很低。嗯，如果你觉得你遇到的女生是吃和闪，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女生的档次还是有点偏低啊。尤其是吃和闪容易在什么地方出现？我跟大家讲啊，在这种三线城市，或者是城乡结合部啊。 在这种地方比较容易出现，在我的印象中，就在不要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了，就在这种新一线城市，比如说像成都啊、杭州啊，像这种城市当中，稍微好看一点的女生，我觉得他们是吃喝闪的概率非常小。啊，大家能不能听明白这个意思？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女生好看一点的女生，在她的朋友圈子当中。 在她的微信上约她的男生，你觉得会缺吗？哈、啊，大家想一想，会不会缺？啊，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她愿意出门收拾打扮自己，啊，去跟你吃饭，去跟你喝多，去和你喝酒，对吧？那你觉得她为此其实付出了多少成本？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一个？ 非常好看，啊、呃，稍微好看一点的女生，啊，就是在常人眼中觉得很比较漂亮的女生，啊，可能在我们眼里是朴实女生哈，那可能在很多的正常人眼中觉得，觉得这个女生还蛮漂亮的，啊，如果她化一个全妆，就是这种粉底打到脖子，啊，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敷上，啊，很隆重的去跟你出来化妆吃一个饭，你们觉得她化妆的手续要有多少步？ 哎，我们大家可以开开脑洞啊，说一下这个问题。你们觉得一个女生啊，正常情况下花，全化全妆，化全妆啊，你们觉得她有多少个步骤？来，大家说个数字，我看一下你们的理解。你们先说啊，我出去说点事情。 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哈，二十步、十几步、五、嗯、块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啊，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从女生那边得来的一个结论啊，就是一个女生如果她化全妆出门，她一共需要六十个步骤，就是很隆重的情况下、啊、你们大家设想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会有一个女人为了吃你一顿饭，或者说喝你一顿酒？ 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出来吗？啊，当然是稍微会打扮自己啊，好看一点的女生。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女生出门吃饭喝酒，她的成本会有多高？就是如果她用一线的品牌，啊，粉底打到这个脖子上，啊，什么乳液呀、啊，什么隔离呀、啊，眼霜啊，彩妆啊，什么这个嗯眼影啊，对吧，睫毛啊。 高光啊，什么东西全都用上。我告诉你，他这一次出来的成本，光这一张脸上化妆，这个成本就要几百块啊。然后呢，这个你还会觉得他要吃喝闪，对吧？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女生还是蛮挺难的 <laughs> 啊。所以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呃解决这个问题，就刚才那个兄弟说，哎，很遇到很多女生是吃喝闪怎么办啊？其实呢，我觉得。 嗯、呃，就是很直接，或者说很核心的一个点，啊，就是你提升自己认识的女生的档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说啊、呃、治标呃，人家说这个是治本的一个方式，你提升一个女生，提升你认识的这个女生的档次，多去认识一些啊、呃，条件不错、样貌不错、比较不缺吃喝。 对吧？这样的一个女生，质量高一点的，啊，她们不会成为吃喝闪。从源头上就去避免这个问题，好吧？ 大家稍等啊，我去处理一下这个字幕，怎么搞的？搞不出来。 哎呀，搞不着，老去了。嗯、呃，呃，对，如果用奢侈品买，肯定是会是这个是价格哈。那我们接着讲，来接着讲。嗯、呃。 接下来讲男生讲话过于理性的话，怎么跟女生交流？哈，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大家经常会有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男生，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呢，你是一个理性的思维。我告诉你，就是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因为大家跟男生交流的时候，习惯了用这种思维，啊，然后呢，你把你跟男生交流的方式方法搬到了和女生的这种这种方式方法中来，你就会出现问题。 啊，大家要去理解一下哈，就是你不能够把跟男生的交流方式照搬给女性啊。所以说，你说跟男生讲话过于理性，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在跟男生交流，我在跟男生聊天的时候，我在跟我的同事啊，在跟日常的这些男性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也是处于理性的状态啊。但是兄弟，你想一想，你跟你所有的男生朋友都是处于理性的状态吗？ 你们有没有喝多了以后在那儿跟男生之间这个互相开玩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个气氛嗨起来的时候，跟你的兄弟在那儿讲一些这种这种骚话的时候？啊，有没有跟你的男生朋友你们之间啊，就是讲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我看有一些足球的那种球友群呀、啊，或者一些什么健身群呀、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这种。 运动交友的这种群，就是可能里面有的人是男生的朋友，但是他们男生朋友之间那种聊天的这种感觉不是感性，不是理性的，啊，你想象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就是跟男生用理性的状态交流，啊，有没有这种状态？有的请请扣一，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你说没有，我永远跟男生都是理性的，跟不管任何人的聊天都是理性的，请扣二，好吧？ 我看一下这个人这这个这个比例有多少，啊，说我跟男生之间的交流也有感性的时候的，请扣个一，好吗？我们看一看。 呃，嗯，啊，今天老王不来了哈，他有事情。啊、呃，就是你看，兄弟们，你们还是有啊、呃、一一的时候，对吧？还是有的兄弟是一的啊、呃。但是如果那两个兄弟啊，一个林夕，一个什么 user 这个兄弟，你们说的是二，那我问你，对你跟你的兄弟们如果交流永远是二，说明什么呀？永远是理性的，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你跟你的所有的男性朋友也好，你的男生同事也好。 永远保持了距离感。你想一想，是不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像这个兄弟黄大祭司，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比较对，就是老熟人基本都是感性的啊。对，XYZ，XYZ x XY 幺幺九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号码、啊，好吧？大家如果是想知道更多的这种聊天的干货啊，还有一些问题咨询，可以加这个。 加这个号啊，x y x z 幺幺九啊，然后我基本上回来再去讲这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兄弟说老熟人之间基本都是感性的，其实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啊？大家用脑用一下头脑去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道理啊？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哈啊,啊，啊、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你跟呃，就刚才那个兄弟说的哈，跟老熟人基本是感性的。 啊，说明不是跟女生不熟哈，兄弟，我告诉你，不是说你跟女生不熟，而是呵呵，而是什么呀？而是你在心理上跟女生拉开了距离。啊，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哈，就是为什么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总觉得是，总觉得是这种理性的，就是因为你在心理上跟别人存在距离感。你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种情况？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在你的心理上跟别人有了距离感，你才永远是找，保持理性的状态去跟别人聊天。你们想象一下，你多年的好兄弟，啊，想象一下你有过命交情的这帮好朋友，啊，想象一下，就是这个人跟你知根知底的，啊，这样的一些老朋友，你们之间是不是就会很容易开一些玩笑，啊，说一些骚皮的话？ 啊，是不是就会说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为什么你在跟更多的朋友、普通的朋友的时候，了保持理性？为什么你跟女生要保持理性？我告诉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心理上跟她有距离感，要不然就是你要保护自己，就是缺乏安全感；要不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觉得。 你不配接近他，啊，就是你要对对你在接近对方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件上面呢，你心存顾虑，啊，说白了就是什么呀？就是有一点点懦弱，有一点点害羞，啊，有一点点的害怕，啊，有一点点的自卑，你会导致你跟别人处于一种理性的状态。还有一种是为什么要跟别人处于理性的状态？就是你的姿态比别人高，啊，你有一些的高傲，哈，你有一些的骄傲，哈、啊。 你有一些的自豪感啊，你有一些端着自己，这个时候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才会保持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啊，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地位平等啊，你跟他保持理性。还有一种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地位平等啊，他也不高你一头，你也不高他一头。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之间就纯属于有事儿说事儿。你对他没有所求，他对你也没有所求。你对他没有兴趣，他对你也没有兴趣。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会保持理性啊，因为你理性的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不想跟他太熟悉，不想跟他走得过近。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理性的原因，要不就是不想跟对方走得过近，要不就是不敢跟对方走得过近。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哈、啊，觉得我说的对的，请扣一啊。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啊，兄弟们点赞走一波哈、啊，说的是实话啊，说的是实话。大家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原因？要不就是不想不想跟对方走进关系，要不然呢就是不敢跟对方搞上关系。啊啊，想象一下跟你们的好兄弟，哈、啊，想象一下跟你们的非常好的朋友，对不对？在你们寝室卧谈会的时候，在你们喝多了以后放飞自我的时候。 在你们酒场上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会用理性的状态交流吗？绝对不会，对吧？啊，为什么你们跟女生会用理性的状态？啊，为什么呀？就是我说的，要不就是不想和对方拉近关系，要不就是不敢跟对方拉近关系。那么，既然是你喜欢的女生，肯定不存在不想跟别人拉近关系，对不对？那问题就只剩一个了。 就是你在心理上，对对方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所以你才还保持感性啊，你所以你才保持理性而不敢感性。我告诉大家，我们在跟女生接触的时候，是陌生的女生也好啊，还是这种好看的女生也好啊，啊，还是这种优质的女生也好，我们跟女生交交流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希望跟她用理性啊，用感性的状态交流。我们什么时候会跟女生用理性的状态交流？ 我告诉你，也是这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发现女生不想跟我用感性的一面相处，就是她想用理性的状态对我。这说明一个什么点？就是她对我无所求，或者说她不想跟我走得太近。这个时候我会用理性状态对付她。啊，还有一种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啊？就是我们对这个女生没有任何兴趣，这个时候我也会用理性的状态对她。但是那种还我们又觉得有兴趣，对我们反应也不错的女生。 我们肯定是会用感性的状态去对待他的，就是两个人不是有事儿说事儿啊，而是随心所欲的聊，像熟人一样。有些话该说就说，该开玩笑就开玩笑，开玩笑对吧？调侃这些话语呢，我们是随口就出啊，看女生的反应怎么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跟她的心理之间是没有这种距离感的，就是我愿意跟她拉近关系。 女生有的时候也接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感性的这一面，啊，啊，对大家去想想这个道理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任何人、任何男生，你们都具备跟女生接感性交流的能力，啊，因为你们具备跟男生感性交流的能力。除非什么样的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啊？就是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朋友，啊，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感情，这个人跟所有的人。 亲戚朋友，包括父母在一起，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包括你的同窗好友，包括你的上铺的兄弟，你跟别人在一起，你都是永远保持距离，过分的孤独啊！这种情况下，你才会用理性去对待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兄弟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们可以做到跟熟悉的人感性交流，对吧？但是呢？ 你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跟妹子感性交流，啊，原因是什么？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要不就是别人不想跟你感性交流，啊，要不就是你不敢跟别人感性交流，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居多，啊。<coughs> 然后呢，那个兄弟是说怎么定义感性和理性啊？我告诉你很简单，感性就是想到哪里聊到哪里。 理性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去跟别人交流。你们怎么样定义感性和理性？比如说，我跟女生聊美食，啊，我可以从美食聊到厨艺，从厨艺呢聊到生活，从人出生活呢聊到一个人的想法，从一个人的想法聊到他的生价值观。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没有任何目的的去聊天，想到哪里聊到哪里。然后呢，在聊天的过程中呢，也不会过分的去想，不会不会有过分的顾虑。比如说，我说这句话对不对？ 我说这句话，他爱不爱听，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想想，你想象一下啊，兄弟们，你想象一下啊，跟这些女，跟你的好朋友交流的时候，跟你的同窗好友，你这些身边的真的过这种这种真正好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你是不会太过分考虑你说这句话会不会伤到他，你说这句话他会不会不开心？因为你知道你们的关系就到了这一步，你说的这些东西，他能够理解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即使偶尔说错了话，他们也会体谅你。 对吧？真正有好，真的有好兄弟之间，因为谁说了一个什么样的话，两个人就翻脸的吗？那这种友情不要也罢，对吧？就是你心里是没有这种顾虑的，我想到哪里我就说到哪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啊，当然呢，你还是有点情商哈，不要说一些过分的话，啊，我们会真实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啊，这个就是我们感性，感性就是什么呀？就是用感觉去聊，就是我看到你说这句话。 我当你是一个真正的好的朋友，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而理性不是，理性是什么呀？理性就是我要跟你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你的我是我的兄弟，我跟你感性交流，就是我们两个人要今天说说心里话，叫聊开心。但如果你是我的客户，那我绝对不会感性的跟你交流，而是理性的跟你交流。我要明白，让你明白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做这个事情是什么，对吧？ 然后呢，最终让你买我的东西，这个是理性，所以理性是不会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拿出来的。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个感受哈。感性状态下的聊天和交流是两个人会说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感性模式，理性模式不会。理性模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里隐藏在内心，对吧？清醒的去跟别人交流，然后呢，达到你的目的。 可能两个人也谈得很好，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之间不交心啊，这个就是理性状态。感性状态是什么？感性状态就是你们聊完以后，可能并没有就某一个事情达成一个什么结论，也没有得到一个什么目的，但是呢，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内心是什么，你也把自己真实的内心表露了出来，这个叫做感性的交流。大、哎、家明白了吧？啊，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啊聊天啊和一个人性这种把握的知识的等，请大家。 啊，加油吗？加一下我们管理员的微信啊，小雨学长幺幺九，x y x z 幺幺九，好吧？啊，如果有想申请连麦的，也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啊。通通过之后呢，我们排个队，然后呢，由这个我的这个这个我的号哈、啊，有一个罗宾的号啊，通过之后，然后呢，向他申请。如果你觉得他觉得 OK，可以连麦啊。罗宾呢，呃，这个罗宾，你这个号就把就把这个兄弟要连麦这个兄弟呢，把他。 啊，这个名字打出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跟你连麦一下，好吧？这个今天呢也正好是一个例外，好吧？啊，如果大家想连麦的，先加一下这个小雨学长幺幺九这个号啊，跟我们的管理员去沟通一下，觉得 OK 的，我们就可以开始连麦啊。就是你提供价值啊，我们在提供价值，就是这个样子。嗯 <coughs>。呃，小雨学长今天去不知道干嘛去了啊，所以我来顶班。 啊，进入感性聊天，说说明关系有了明显的提升，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因为你们进入到感性状态之后，你们两个人不属于那个那种关系，叫做人心隔肚皮。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跟人交流？我们不限于男生，也不限于女生，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如果你感到你跟他现在是一种状态，叫做人心隔肚皮，啊，表面一套，心里一套。 啊，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啊，表面客客气气，内心呢可能暗流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属于理性状态。什么是感性状态呢？感性状态就是别人把内心拿出来剥离出来，让你看看我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叫做感性的状态啊。当然呢，你们可能还这个接触不到更高级别的一些女生，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的这些所谓的渣女啊、玩家呀，或者是绿茶呀这种。 啊，茶艺师啊，他们有可能是在跟你进入到感性的状态，就是你觉得你跟他是处于感性的状态，他在跟你说心里话，他在跟他你描述他内心的想法，但其实这个女生这个时候是她是处于理性状态的，啊，这种就很可怕。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人可以掏心掏肺，啊，一个人可以。 把内心所有的话都告诉你，但是他是理性的，他是选择性的把这些话告诉你。他内心清楚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也明白我说出这句话之后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他在这种情况下用感性的状态跟你交流，其实就是一种真理性假感性的状态。<laughs> 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可怕。啊，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女生的段位很高。 他可以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啊，真的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感情啊。对，有些营销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他，你觉得他在跟你掏心掏肺，其实他内心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呵呵不仅限于某些行业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人人精”子，或者说我们叫做“老油子”啊，或者叫做“老油条”啊，那么这种人他们就会有这种特点，他在跟你称兄道弟。 他在跟你掏心掏肺，但其实他心心里打的是另一套算盘，对吧？这个叫做真理性假感性。那我告诉你，还有一类的人啊，他们叫做什么呀？他们叫做真感性，但是假理性。我觉得可能我们屏幕上的有一些兄弟，你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啊，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或者说你曾经有过这种阶段啊，就是你会用一种。 很正统的、很理性的语言，很直白的表达方式，去把你内心的一些掏心掏肺的话，你的一些真实的想法表述出来。但是你会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很正经的说这件事情。大、哎、家明白吧？就很多兄弟，你稍微情商不够高的，或者说对不懂、不解风月的，或者说说你跟女生交往经验不够多的人，你就会犯这种错误。 就是明明你已经觉得把心里的话想说的全说出来了啊，有有录屏哈，你明明已经把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想说出来了，你觉得你已经掏心掏肺了，哈，你觉得你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但是呢，你的语言、你的方式、你跟别人说的方法，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是一本正经的啊，或者说你目前是不动声色的。 这个时候，女生给别人不光是女生哈，但是因为你们这种话经常说给女生，我就站在女生的角度，女生角度看到你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感、你的表达的感受和你表达的方式对不起来，啊，这个就是什么呀？叫做真感性假理性，啊，你明明是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呢，你用了一种很理性的方法，这个时候女生就会觉得你怎么样嘛？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女生会觉得你什么样子的人吗？ 啊哈、啊，就会觉得你是真的是一个叫做木讷，或者说在感情中没有经验的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女生喜欢这种情况，就觉得你傻的很可爱啊。就比如说你，很多兄弟们会跟女生说：“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你做到什么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这辈子就是我认定的人啊啊，我决定我接下来余生就跟你度过，我这一辈子就喜欢你一个人。”来，大家想听一听我说的这句话。 哈，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人。哈，我要努力为你的以后创造幸福，我要今生今世跟你在一起。大家想象一下，我说这些话，我说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我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录屏的话，加一下我们的小雨学长幺幺七啊幺幺九啊，加一下这个号。 啊，小雨学长幺幺九 x y x z 幺幺九，啊，是直男聊天。你看，你们觉得是理性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是理性的，对不对？我的表达方式是理性的，但是你觉得我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这些你们正常的你们普通兄弟来说这句话，你们是感性的，你们是把你脑子里想想的、心里面的想法，对吧？内心的感受。 啊，喷薄汹涌而出，对吧？期待的能够感动别人，但是呢，你会让人别人觉得你很理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直男，对吧？直男就擅长这种方式，用理性的方式表达感性的想法，这个就是直男啊。但是渣男是什么样子？啊，就是稍微有趣一点的男生，啊，稍微懂一些的男生。 啊，他们就会什么呀？就是我见过有一些，就是跟女生哎，敲碗还不错的，但是他不是渣男哈，就是这个男生还可以，人品还不错啊。但是他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趣，对吧？他说他他如果动情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会直白的说出这些东西，可能会换一种委婉或者有趣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再高一步，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说出来的话。 是这种感性的，但是脑子里面都是理性的那一套。比如说，试说一下啊，比如说我跟一个女生说，我说我觉得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laughs> 啊，对你挣扎否认也没有用，对不对？嗯，再比如说啊，你跟一个女生要表白的时候，比如说我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跟一个女生真的是表白，就是我也确定她也很喜欢我了。 啊，我就说你非要等我先说出这一句吗？虽然我是男生，我说喜欢一个人，我也觉得有点这个脸皮搁不住，对吧？你说女生，你真的要逼我做这一步吗？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我真的做到这一步的话，你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哎，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如果我要对一个女生表白，我会这么说。你们想象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话。 但是呢，你们要回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是理性的状态还是感性的状态？就是如果我说出来的这些话，大家觉得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啊，有没有听明白？<laughs> 啊，听明白的请扣一哈。我刚才其实在对一个女生表白。啊，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是我真的对一个女生表白的话，我会说这样的话。 而不会像一个男的真的是说，哎，我要喜欢你，啊，我要跟你在一起，对吧？但是我跟一个女生说，就是你非要逼我说这些话吗？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说的说说你喜欢一个人，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你有没有准备好成为我的女人？我可要表白了哦。啊，你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你如果你觉得理性的，那就说说明你说我是个渣男。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生。 啊，我们首先说一个男生哈、啊，人品不错，素质也不错。他跟一个女生在一起，喝了酒动了情，这个时候他真的内心是这么想的。他说出这样的一个一句话来，用这种方式来跟女生表白，你们觉得女生会不会喜欢他？会不会？啊，你们要觉得，因为我是理性，确实我现在是比较理性的状态，因为这个东西我用的太。 有了，但是你也保不准有一个有朝一日，你们当中的一个人，你遇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她也对你很有意思。这个时候，你们发自内心的说出我刚才的这种话来，你非要逼我说喜欢你吗？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出这句话的后果？你有没有做好接受我这句话的准备？看着我的眼睛，我要说了哦，哈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你内心也很喜欢他，你也不是一个渣男，女生也对你很有意思。我刚才这么说，你们觉得算不算感性的表白？那么你们去想象一下，女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啊！但是呢，你们很多的人跟女生的交流方式就是“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们在一起吧，啊，那我告诉你，最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你们在感性的状态下说感性的话，啊，就是跟女生交流一个最好的状态。女生喜欢你，你说我刚才那句话，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女朋友吧。女生就会说你喜欢我什么？啊，俊涛这个兄弟，我告诉你啊，不要这么天真的认为这个，就是女生喜欢你，感觉说什么都行。 这个关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无知和对女生的了解幼稚造成的。就是你们会觉得女人永远就是那种傻白甜，女人永远是这种容出无害的，啊，女人永远是这种善良真诚的。所以说她喜欢你，你说什么东西，她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你。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人性很复杂。女生越是好看的女生，她们的心理就越复杂，啊，她如果喜欢你。 你直白的说出了你的感受，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会慢慢的丧失对你的喜欢。这个东西无关乎于人品，只关乎于人性。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哈、啊，就是你在人和人交往当中，我们为什么要讲技巧、讲方法、讲套路？啊，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不是单纯的，包括你们自己也是。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掉这个人性的束缚。 如果真的他是一个完全纯洁、纯真的人，你说你喜欢他，他正好喜欢你，你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但是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明明喜欢你，啊，但是呢，你还是要用技巧和方法把他的这种喜欢巩固下来。这个就是男女交往当中为什么说难就难在这一点，啊，就是你不讲究方式方法，从人性的角度看，你就会可能丧失掉吸引力。 但是呢，你讲究方式方法，你过了之后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套路的这个渣男，对吧？或者是劈叉叉，就是我们讲这个东西技巧和套路有没有用？有用啊！但是它的作用是帮你来克服人性的这些缺点的，而不是用来利用这些人性的缺点的。<coughs> 大家去想象一下我说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如果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感性的状态。 你确定这个女生她愿意接受你？她也是一个好女生，你就切换到这种感性的模式，在感性的模式下说出刚才那种感性的话，她真的会因为这个东西喜欢上你的。啊，刚来的时候看一下，我想看我刚才说了什么，请加一下这个我们管理员的微信哈，小雨学长幺幺九。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你对待感情已经做到心心如止水了。 但是呢，你面对女生的时候，你还能依然说出这么感性的话，那说明你真的情场经验丰富，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啊，你是在用你的这些技巧和手段去帮助女生，或者帮助自己在克服这些人性的缺点，啊，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靠谱的男生和渣男的区别。 好吧，这个可能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晦涩哈。我觉得大家当你们的学习的程度或者说感情的理解到了一定的这个段位之后啊，应该会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好吧，就是现在如果暂时听不明白，我觉得也不怪你们啊，因为刚才讲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晦涩了一些啊呵呵，比较荒谬啊，有点晦涩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得懂的还是能够听得懂啊，就是。 我还是推荐大家，你想办法培养自己能够用感性的这种状态去跟女生相处，但是你不要只培养自己感性的状态，而丢失了真正的那种感性的内心啊，明白了吧？啊，如果大家能够理解、能够领悟，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啊、呃、对感情的理解啊上了一个台阶，好吧？呃、行，OK 哈，对，就是其实。 很简单，就是你跟女生你处到，就是你能够用感性的模式和她相对，说明你已经不惧怕她了，说明你在你的心理上你已经跟她的距离比较近了，好吧？啊，如果你说你始终用用严肃理性的状态跟女生交流，啊，你又喜欢她，那只能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在她的面前有畏惧心态，不敢跟别人拉近距离，啊。 怎么培养我很简单，就是首先内心树立一个想法啊，就是呢，我不比任何女人差，我跟她做朋友并没有让她自跌身价，我配得上做你的朋友，所以呢，我愿意用理感性的状态跟你交流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用感情的状态跟我交流，你看不上我，对不对？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有问题，眼光太过的于这种高啊，或者说你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 啊，前提是建立在你真的自己还不错的情况下，哈、啊，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心理学也好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说的是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包括我出去也好啊，包括我看老王出去也好，我们跟女生交流的感觉这种方式，我们都是感性状态居多，就是为什么呀？就是我们首先下意识啊，前置条件就认为女生是愿意跟我做朋友的。 啊，因为我配得上做你的朋友，我又不差，对不对？我又不 low，啊，我又不是说屌丝，所以说呢，我觉得跟你做朋友，啊，你并没有什么损失，我配得上你，所以呢，我愿意跟你在感情的状态下交流，因为我当你是朋友，但是如果说你不当我是朋友，对不对？那这是我的问题吗？我又不差，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那说明是什么呀？ 啊，说明首先第一个，你交友有目的性，对不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你愿意跟这个女生做朋友，结果女生不愿意跟你做朋友，那就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她有目的性，她感觉跟你做朋友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那她就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了。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她啊、呃，对自己的定位有点高。 啊，觉得只有王思聪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做我的朋友，啊，你们这样的一个普这样的一个这个还不错的男孩对吧？配不上老娘的标准，所以他不想跟你做朋友。还有一种情况下是什么呀、啊？就是你觉得很你很不错啊，但是呢，女生没有看到，啊，就是你我们上来跟女生是用这种感性的状态交流，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很不错，我我是很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 我跟你做朋友又没有拉低你的身价，对不对？但是女生可能一上来的没有看到你的优点啊，啊，她可能一上来没有不知道你是个还不错的这种男生，她可能觉得你跟那些呃男其他的那些男生可能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会跟你有距离感。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就慢慢让他了解到我们就好了。慢慢了解之后，他就觉得哎，你这个人还不错，我愿意跟你做朋友，你们就可以进入到感性交流的模式了。 啊，但是呢，你不能给自己设限，兄弟们。啊，很多你们很多男生之所以始终在跟女生交流的过程中，就是一种感性的理性的模式，啊，有事儿说事儿，一板一眼，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内心首先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啊，啊，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高你一头，你在仰视女神。 啊，你再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你害怕说错几句话，她就不理你了。你们如果有这种心态，那你怎么可能用感性的状态跟女生交流呢？对不对？因为你跟你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你不怕你的朋友生你的气，你不怕你说错几句话，你的朋友就不离开你，你也不怕你说了几句话，你的朋友就不理你了。但是你怕女生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跟你的朋友是平等的，你配得上你的朋友。 但是你配不上这个女生，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们如果在内心上就觉得我配得上你，我配得上你们这些女生，这个时候他用理性的状态，啊，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会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下意识的把自己也退后一步，哈，不敢用感性的状态去跟别人交流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你能听得懂，对你们以后跟女生交往是很有好处的，啊。 因为这个是我跟女生交往的时候一个内心想法的一个总结，啊，我觉得教你们怎么跟女生说话呀，怎么开场啊，怎么东西啊，那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可以教，对不对？你去什么各种什么抖音上面那些东西，你找那些啊所谓的情感导师，你去让他们教这句话怎么说，这句话怎么回，我觉得大他,他们都可以教啊。但是我觉得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哈、啊，还是我自己。 认为的啊比较有用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分析总结下来，我在跟女生用这种感受、这种状态去交流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教给你们啊，才是真正重要的。就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觉得配不上女生，你才永远没有办法用一种平等的状态跟她交流，所以女生就会觉得。 你自己都觉得配不上我，那我为什么要下嫁于你？对不对？嗯。但是呢，你怎么样才能有这种老子配得上所有人的这种感觉呢？这个东西不是靠妄想，不是靠你洗脑啊，也不是靠这个你去给自己种植什么魔念啊。这个东西是要你坚持一步一步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的阅历，多去经历。 对吧？多去成功，多去做提升自己有用的事情，你才会慢慢慢慢的有了这种思维和想法，那就是我配得上任何人。<laughs>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好，我觉得很容易延展开来讲啊，啊，但是其实我自己在跟女生交流的时候，我也会有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就前几天直播的时候啊，你们老王不是在分享他跟一个这个这个某网红女生的这种聊天的感觉吗？ 其实那个女生，我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见过她一次，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现在这种心态，啊，虽然我那个时候啊比现在还要瘦一点，比现在还要年轻一些，啊，比现在看起来还要有钱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我接别人出去吃饭，啊，还是开的老王的这个本特利，啊，前段时间前几天你们看老王聊天的时候，你知道就那个潇潇，啊，我在两年前就见过她一次，跟她一起出去吃过饭。 啊，开着老王的宾利，啊，那个时候的我比现在还要年轻，啊，也还没有现在这么残，但是那个时候的心态跟现在比就不一样。我在别人的面前，我就觉得矮、哎、一头，我也有这种心态啊。你们如果你们之前看了我这个老王的直播了，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个人了，好吧？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真正好看、真正高分、真正很优质漂亮的女生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会有不自信，虽然这个东西在随着我的阅历的增长会慢慢减少，啊，但是不可避免还会有。这个人，这就是每一个人内心的心魔，啊。但是我发现老王可做的很好，就是那天我跟他私下交流，啊，私下交流，对吧？啊，老王就说，就我们就说起这件事情来，啊，就老王他是斩钉截铁的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今后的这种跟女生交流的。 上面还是很有帮助的，啊，他说这么多年来，从二零一五还是一六到现在这么多年以来，他在面对这些女生的时候，不管这个女生再好看也好，再有价值也好，再有漂亮也好，他永远没有觉得他配不上任何一个人，啊，当然这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啊，可能很多女生觉得他配不上，或者说啊有你们外人觉得他配不上，但是他内心自己不认为。 你这种想法越坚定，你这种想法对自己的这种认可越高，你在女生面前表现出来就越自信，你跟别人的这种交流就越偏向感性。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对这个涉及到一个你对自我的认知，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停淬炼自己、磨练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怎么样，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心中把最自我的认知去提升起来。 因为很多时候，你们跟女生交流出问题、交往出问题的时候，不是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女生觉得你配不上她，而是你对自己的评价有问题。所以呢，你用了一种比较低的这种状态水平，去跟别人相处，才会给女生感觉就是你配不上我，你是个屌丝。啊，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哈，因为我在现实中我也确实看到过有一些人，啊，他们确实是。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呢，真的非常自信啊。那么这种自信呢，我们经过验证之后，发现是两种：一种呢叫做虚张声势，一种呢是真的有自信。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自信的点，你才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自信。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我希望兄弟们呢，你首先培养自己对自我的认知，首先提升你对自我的这种。 这种认可，啊，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但是呢，这种自信心不是盲目自信，啊，也不是催眠自己，哈、啊，也不是在别人面前虚张声势。因为纸老虎一戳还是会破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通过有效的手段提升了对自我的认可，那么呢，你就会有会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去跟女生相处，而不是背着沉重的包袱去想我做了什么事情她会不会不开心。 去想我做了什么事情惹别人不高兴了，不会去想这句话他不回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因为自信的人不会有这种想法，啊，自信的人会认为我说了这句话你不会生气，你如果生气了也不会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因为我这句话生了气，那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有问题，对吧？我又没有我说的这句话没明明没有问题，对吧？很正常的状态说你居然会生气。 这是你的问题啊，对吧？这就是自信的人的想法啊。他也不会说因为说了什么话，发正女生不理他了，而去想我这句话到底说的哪里错了。就是因为什么呀？我说了这句话没有错，你不理我了，那哦，你可能是在忙啊，那说哦，你可能是在跟别人聊天，或者说哦，你是忘了回我的消息了，甚至能够接受哦，我说了这句话你不喜欢我啊，但是损失是你的，不是我的。<laughs> 我失去了一个还不错的女生。 啊，你也呢也失去了一个还不错的男生，啊，我不会觉得我的损失有多大，但是呢，我为你的损失而难过，这是老王的内心心法哈，我也在努力的去让自己培养这种想法，啊，所以说我们对待女人的时候始终是一颗平常心，啊，其实这个东西总结起来是什么呀？就是你首先要自己努力，要提升，自己提升，提升自己的自，能够增强自信啊，自己增强了自信之后呢，你就会有奖品心态。 啊！大家去想这个东西，你就会有奖品心态。当你拥有了奖品心态的时候，你做的任何的事情，跟女人交流的每一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啊，前思后想，不会这个这个焦虑，也不会胡思乱想，啊，因为你是奖品，啊，你是奖品，啊，奖品的心态是什么呀？奖品的心态就是我很好，啊，别人通过努力得到我，而不会想，哼。 啊，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不要我？那这种想的是心态，这种是赠品心态。大家明白哈？就是很多兄弟们，你们没有把自己当成奖品啊，而是把自己当做了赠品啊。奖品就是你不要我是你的损失啊，赠品就是你不要我，我太可怜了，对吧？是不是这么想啊？所以说，奖品在面对。 这个来购买或者什么的时候呢，需要是要去挑选别人的，需要去看别人配不配得上自己的。而赠品的心态就是，哦，你要买我，我感激涕零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心态的问题。但是这种心态你是不能够通过自我麻痹，不能够通过意识，不能够通过这种想法去产生的。就是说，你说我不够自信，我告诉你，你要有自信心，你要有奖品心态。 你说好，我怎么样想，我怎么样东西才能够让自己有奖品心态啊？不行，你得首先通过做一些事情提升自己，获得成功，然后你自我的认可慢慢提高之后，你才能够成为奖品。这个时候你才有奖品心态。就我自己为什么会有奖品心态，怎么来的？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啊，我发现有一些很不错的女生，条件很优秀的女生，她们很喜欢我。 他们说我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啊，他们说我的身上有一些东西呢是别人没有的。通过对别人的这种反馈，我才慢慢的意识到了，哦，原来我也是奖品。兄弟们，你想象一下哈、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个奖品，他去照镜子，哈、啊，或者说自我催眠，我是奖品是做不到的。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是自己是奖品？他发现有人高价要购买他。 他发现有人死死地追逐他，他发现他的身边有很多人对他都非常的青言有加。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奖品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有副作用，也有副作用是什么呀？就是很多女生会因为这种情况下，啊，哄抬自己的身价。就是当当慢慢的有你有了这种经历之后呢，啊，你才你要这个时候呢，你要对自己有了认知，但是呢，同时又要冷静。 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女生，啊，就是她明明姿色平平，她明明条件一般，她明明呢，其实放在我们的这些好友当中呢，不是很起眼，但是呢，她会有一颗卓越的心，她会认为自己是头奖，啊，这样的女生也存在，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她身边把她当奖品的人太多了。 他就会给自己一个虚高的定价，啊，所以你们男生也是这个样子。当你们慢慢发现有女生喜欢你的时候，啊，可以自信，但是呢，不要产生优越感，啊，要去看一下你自对自我评估有没有超出范围，对不对？就是对自我自己的自我评估太低也不好，对自己的自我评估太高也不好，对吧？把自己的自我。 对待自己，对待自己能够正确对待，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我们拿很简单的数字来去衡量，你如果评价自己就是一个六十分的男生，你面对四十分女生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自信。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四十分的女女生，她有一个八十分的心态。 对吧？他用八十分的心态对付你一个六十分的男生，很多男生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出问题。大家去想象啊，就是你们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出问题，就是一个四十分的男女生，他居然用这种高我二十分的心态对我处理，那我是不是只有二十分？啊，你们很多男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内心想法不够坚定，对自我的认知不够清晰。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一个六十分男生， 对吧？一个四十分的女生用八十分的心态来对你，那么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呀？就是呵呵啊，你这个自我评价太高了，想太多了啊！就像我们出去玩，举个例子，很简单，我们出去玩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前段时间开线下课程的时候，去这个深圳的 Super Face 蹦迪啊，我们的学员也好啊，我自己也好啊，朋友好，我们约了很多很好看的女生来。 啊，但是呢，也会偶尔约来这些不怎么好看的女生，相貌平平啊，就放在我们两个卡的这个五六十个女生当中呢，属于这种，呃，江哥烂旧的这种状态，对吧？但是这个女生她真的有这种大奖心态，她来了以后，她会跟我说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啊，还会说啊你这个地方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啊，还会说哎、啊、我们出去玩都是济南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你们这边怎么一下几个几十个人？ 啊，甚至还会有人说说你这个感觉，你约我出来一点都不真诚，啊，这是什么状态呀、啊？这就是把自己当大奖的心态，当头奖的心态，啊！但是我们面对这种女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呀？啊，就是四十分的女生有八十分的心态，没关系，坐在这里好好看一下，哈、啊，看一下这些女生，有的比你高，有的比你亮，有的比你身材好。 有的比你家世好，有的比你受欢迎，但是他们在跟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六十分男孩，他们跟我们平等相待，说明这些女生六十分男生六十分女生，对吧？六十分的女生比你身材好，比你好看，比你友善，比你懂礼貌，你是多少分？让他用自己的眼睛。 看到这个事实，重新评估自己，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待别人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会跟别人怎么样啊，我们只是会用事实来告诉他这个本质是什么样子的，啊，在我们的线下的这种经历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啊，啊，这个、呃、线下的事情呢，你如果想咨询哈，就加一下我们这个小雨学长的微信，好吧，小雨学长幺幺九，啊，加一下这个微信。 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的前提是什么？是我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啊，就是我是个六十分男孩，我承认，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这些七十分的男生、女生，七十五分的女生，她也愿意跟我好好的玩，说明我可能还六十分多一点，对吧？当我看见一个女生，她明明好像我觉得她只有四十分，但是她用一种八十分、八十五分的心态在俯视我的时候，啊，兄弟们，我会认为我没有问题。 我并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对自己的认知不来源于别人对我的态度，好吧？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我觉得你们，你们在以后撩妹的时候啊也好，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啊，对自己首先有一个稳固的认知，你才能够做到这种跟别人合来的对待啊。我只是打个比喻，好吧？这个分数怎么打不重要，我只是告诉你，你对自己内心有一个稳固的认知，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态度而这样去调整。 就首先我要知道我自己是多少，然后呢，我根据你的态度来看的，来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首先也评评估你，我发现评估两我们两个人差不多，我觉得我们本来就应该平等相处，啊，结果我发现你有点谦卑哦，那我们没关系，可能是你见的东西太少，啊，我会告诉你不要这种对吧低价兜售，对吧？我也不占你的便宜，你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鼓励你，然后呢，我们平等相处，我们不占别人便宜。 但是呢，如果我发现他抬高身价，他觉得他有八十分，啊，很高傲，很对我们，哎，很有态度，那我会觉得是他自己虚高，我会善意的提醒他一下，啊，或者用一些什么事情呢，让他看明白。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对不对？他坚信自己是个大将，那我觉得也 OK，对不对？留待有缘人，哈，我们的缘分呢，到此为止，这就是我的心态。 我并不会因为他高高在上俯瞰于我，啊，我就觉得我矮他一头。他有四十分，我发现他在俯视我，那我岂不是只有三十分吗？啊，但是我不会这么想，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跟女生交往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嘴巴上说容易啊，实际中能不能做到啊？不一定啊，因为你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自己的内心的稳固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百分之百的这种这种恒定。 哈，但是老王是我见到自我认知最稳定的，对吧？啊，但是他可能也会有不稳定的时候啊，经历的太多啊，就是你可能经历过了一百次估价、一千次估价啊，大数据最后呢，你会把自己的估价稳定在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你从来没有给自己估过价，从来没有跟女生交往过，你只能参照别人给你的定价来，对吧？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人。 一进入到这种男女相处的这个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多少分数的人，然后呢，你发现，但是你能够看到别人是什么情况，对吧？啊，你看见一个人，啊，相貌平平，对不对？但是呢，他又对你很不屑，你们这个时候就会参考别人来给自己定价。<laughs> 啊，我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过于数字化，啊，过于物化这种人，但是呢，道理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们呢一定要树立一个这种想法。 就是对自己内心稳固的认知啊，你对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认知越稳固，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你就越明白，你就知道他对你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会在内心产生对自己的疑问啊。如果真的是一个分数比你高的人，他呢不太搭理你，你就会知道这个事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要奋起直追，我要拼搏向上。 对吧？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好像还不如你的人也对你这个样子，那你就就明白他有问题，让他去接受这个社会的洗礼吧。终有一天他会认识到这个现实，而不要觉得自己就我连这样的一个人都对我爱答不理，我得有多差呀？你的自信就被摧毁了。很多人就是信心没有，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个还普普通通的女生，你跟别人交往或交往的时候，或者相处的时候。 你发现人家用一种很不屑的态度对你，你就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啊，我们不会，啊，这个那个兄弟问了一个问题哈，结果一直就讲到现在，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对吧？感性、理性，其实我们是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啊，结合人和人交往的心理，包括我自己的心得去分析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永远要做到一个点是什么呀？就是。 还是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啊，但是不是盲目相信哈？这样你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啊，就是你相信自己不错，然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比较大方的用这种感性的状态跟别人交流了，好吧？这个看兄弟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可能就到这里了啊。想了解更多的就。 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这个我们管理员的微信，小雨学长幺幺九啊，x y x z 幺幺九，对，今天呢干货还是有点多哈啊，我觉得能够听得懂的兄弟，你们对感情的认知还是呃、啊、就是比较清楚的啊。如果觉得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没有什么干货，哈哈，那只能说什么呀？就是你还是适合去从这些其他情感导师那儿汲取这些高。 高端的技巧和套路，哈啊,啊！觉得今天讲到干货的，学到东西了啊，兄弟们请扣个一，我好理解一下，好吧，我好去看一下啊，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少兄弟呢真正听明白了啊，跟我呢能有感同身受，好吧？觉得今天有干货讲到的，还是请扣一，好吧？啊，今晚的内容呢，录播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位管理员啊，这、就是我这个号啊，x y x z，幺幺九。 加一下这个号，去学一下我们真正的这种跟女生交流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们这种真正的思维是什么？啊，我们真正的内心想法是什么？本源，对吧？啊，看到有这么多兄弟扣一呢，我还是蛮欣慰的哈，说明大家还是就是就是听明白了我讲的一些东西啊。更多的干货呢，请加一下这个我们的。 号好吧，xyxz 幺幺九，啊，xyxz 幺幺九，19, 这个是我们这个管理员的号码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他。今天的录像呢，可以从他那边得到啊，然后呢，更多的干货呢，也可以从这里获得，好吧？啊，今天呢讲的那个内容呢，其实就是什么呀？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的自我认知啊，自我认知啊，我们因为打仗也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大家说要知己知彼，我们可能方才百百战百胜。如果呢，你连知己都做不到，啊，你知彼没有什么用啊。先要知己啊。我今天其实讲的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知己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明天再说好吧？啊，明天再说啊。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